好，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款超级美的背心牛仔羊长裙，就是我现在穿的这一件。而且啊，发现就算坐着啊，也超不会曝光的，然后觉得超美，超美。所以我不想要起来了。好，因为我觉得这真的很非常好看。来，我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这个款式，它是没有分尺码的，然后它是牛仔料质，但是它是薄，就是是薄牛仔，我觉得夏天穿啊非常的 OK， 所以它不是那种过厚，它就是算偏薄中的那种。好，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是有口袋的，然后呢它有拉链，然后这个腰的地方呢有做一个扣子的，然后它很美哦，是做一个 V 领造型的，所以呢你可以搭一个小可爱，然后有附一个这个腰带。那我教大家怎么用这个腰带，它是做一个双头腰带哦。其实它这个非常的简单，就是把它拉腰身，有没有？然后就穿这里，因为它设计的比较长，所以是让你随性的。那像我个人的话呢，我可能就东绕绕西绕绕，就再重复卷到你要的位置。那有些人喜欢会故意这样长长，让它飘逸感可以。然后呢，我非常的懒，我就直接捞着。大家可以像我一样，因为我觉得这就是造型嘛，是没有差的，而且这样卷起来蛮好看的，就是有点扭结的造型，有没有？对，我自己是八米的哦。好，然后这样子，你这样子长度就是刚刚好。对，然后它背面超美的，背面是背纱，大 V 型背纱，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有那种美背型的内，就是小可爱或是内衣系列，就是我官网上面都有的款式。然后它的这个侧边的地方啊，我觉得非常的包覆手的地方，所以穿起来非常的显瘦，然后简单搭凉鞋，或是像我这样搭一个平底鞋就可以出门了，它是完全不会透的，然后都可以单穿的，推荐给大家，大家有喜欢赶快到官网上面去抢购哟，拜拜。